如果声音有记忆的话，那这会是我们最美好的回忆。我喜欢你，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拉开天窗，沐浴阳光，仿佛你在身旁，在屋顶读着诗，胡思乱想，好想把所有委屈对你讲，这样不会受伤。现实在说谎，我依然守护。以后跟这个梁云川尽量保持一些距离，他这个人净出些馊主意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梁总人挺好的，而且今天也是我闹的乌龙。人挺好，总之以后没事儿尽量少来往。师傅，嗯，你吃醋了？我保证，以后只会有您一个师傅。嗯，啊，我当然吃醋了。他上次还说他是你老师呢。哎呀，从今以后就只有你林南一个人是我师傅。师傅，嗯，你说点什么吧。啊，说点什么？什么都行。那你来段绕口令吧。嗯，行。哥哥和多多坐下分果果，哥哥让多多，多多让哥哥。都说跳小哥，外婆乐呵呵，该你了。你来一个。不来。那你还绕过来？那这样，我给你表演一个魔术吧。你还会变魔术呢？闭眼。那也是我变的，捡别人的花有什么好？那不要我扔了，保护环境。再来一段。啊，哥哥和多多坐下分果果，哥哥让多多，多多让哥哥。有点凉啊，忍着点。你说你也是，受了伤也不跟你哥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啊。哎呀，多大的事儿啊，恢复几天就好了。什么叫多大事儿啊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还疼不疼？不疼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几天少走路啊，
上学我送你，放学我接你，听见没有？好。哥，我自己来吧，你坐着。妹妹，要不然哥领你去吃点好吃的吧。不饿。哦，不饿呀？那咱们就多喝点热水。好。嘿，你说这林楠也是，他让我妹不开心，那我也不能让他好过。哎呀，哥，你说什么呀？林楠都告诉我了，你别硬撑了。没事。什么没事？你放心，这事儿哥绝对不会让他过去的，我肯定得替你收拾林楠，到时候让他来求着你赔。哥，我不需要你收拾他，我也不想让他求着我赔，我想告诉你，是我拒绝的他。行，是你拒绝的他啊。哎呦，妹妹，咱们要是难受呢，就哭一下，这样哥哥也好安慰你啊。不需要安慰，我一点也不难受，我才不会为这种事情哭呢。你说你这样，弄得我都想哭了。你心里那么委屈，干嘛要憋着呀？家里面又没有外人。哎，哥，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累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哎，我扶你回去。不用了，哥。成了，我听了这次调整后的配音，大家都配得特别好，特别是依依配的小师妹。梁依依就不配小师妹了。什么？你一听不搞事情，心里痒痒是吧？我认真考虑了一下，其实有一个更适合的人选。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于露西呗。你怎么知道？听说我生下来以后，在一颗蛋里待了100多年。别人都以为我是颗死蛋，只有我娘把我带上了灵仙台。后来，她也死了。师傅，你觉得我配的怎么样？你不说你差一个机会吗？现在给你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你来配小师妹吧。师父，小师妹是六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女性角色，你突然让我配小师妹，你觉得我能胜任吗？六爻从筹备到制作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，我也了解每一个角色，这段时间我看到了你的成长，我相信你，愿意试试。愿意，那恭喜你了，小师妹。谢谢你，师父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又是你啊！这里是学校，碰到我只是概率问题。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我可以自己来。我还是扶你吧。谢谢啊。慢点。脚崴这么严重，怎么叫朋友或者同学接你一下？有一次我腿都骨折了，我都没告诉我哥。
我自己去的医院，有些时候有些事儿啊，还是得靠自己。都怪那个姓于的，要不是他，我脚也不会变成这样。姓于的？关姓于的什么事儿啊？我也姓于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不是说你，我是说一个呀，叫于露西的女的。于露西？风铃动漫的于露西？怎么你也认识她啊？她是我姐。她是你姐？哎，不是，你说你们姓于的怎么老是都往我身边凑啊？你干什么？我一会儿送你上车，你自己煮回家吧。师傅，有个事想问你。啊，你说。你不觉得不让依依配小师妹太可惜了吗？她那么优秀，肯定能把小师妹配好的。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依依她很优秀，但正是因为她太优秀了，而且想一人配三个角色，所以这样是不行的。因为太优秀了被换掉。啊？谁说他是被换掉的？你想要挑战自己，所以主动请辞。怎么样？现在小师妹的重任放在了你身上，更要好好努力。放心吧，你的徒弟差不了。还真是没想到啊，平时看你蹦蹦跳跳、咋咋呼呼的，真正配起来小师妹的时候，却能抓住她的真实内心，这点让我感到很意外。你居然觉得意外？小师妹的内心其实没什么安全感，人物性格也很难演绎，但是没想到你却抓住了。看来你一点都不了解我。那说说看，怎么才算了解你？我最喜欢什么？我最讨厌什么？我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？我每天的情绪是开心还是难过，你都不知道吧？看吧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其实你不了解我。那这么说，我最需要了解的人是你。我对师父你也不了解。那我们师徒两个人得多增加一些互相的了解才行啊。期待一刻贴近时刻，我的心跳动起来，指尖触碰你的轮廓，从没想过这个结果。那个，帽子上有点东西，我帮你弄掉了。谢谢。每个故事都关于你，你像梦境降临的爱。以后。你就是小师妹了。无法阻挡的你的眼神指引着我，超感无相却很炽热。我给我爸打个电话。好，那就决定了，惊艳了我，太过执着，只是爱你。拿到角色了，我拿到角色了。
这是害你爱得太深刻。嘿，嘿，白石塔，白石搭，白石搭白塔，白塔白石搭，搭好白石塔，白塔白又大。白石塔，白石搭，白石搭白塔，白塔白石搭。哎，易大大，易大大，你别走啊！哎，我这要给你拍个照片，你别跑啊！哎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就给你拍一张，我你就让我拍一下吧，别跑，让我拍一下好不好？别跑！哎，干嘛呢你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心点。还真有变态啊！我上次就跟你说，你还不信。走，去报警。不能报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公众人物啊，是偶像。你什么偶像？我是配音演员梁依依。算了，跟你这个木头也说不清楚。偶像？偶像为什么不能报警？因为有很多人在关注我的生活呀，如果我现在去报警的话，别人还以为他把我怎么样了呢。反正不是什么好事。我帮你。你怎么帮我呀？我可是宁大计算机系天才学霸于小天，系主任专门指派的助教， ACM 国际计算机大赛。哎，同学你别说了，你再说下去啊，我待会上的课都记不住了。那我先走了，谢谢你啊，拜拜。你还嫌我话多？别帮你了。跟你说个大事儿，你看，这是不是之前跟踪你的粉丝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我跟你说，他被抓了，他就是个变态。他在论坛上注册了一个私密账号，里面全都是女孩被偷拍的照片，就被大石恩破解了账号，然后就报了警，就被抓了。大石恩，那你知道大石恩叫什么吗？这我倒是不知道，啊，不过我听说啊，是咱们宁大计算机系的天才，只是个瞎事。不会是他吧？我帮你，我可是宁大计算机系天才学霸于小天，系主任专门指派的助教。依依，咱该走了。得去录音了，等我一下。好，快点。哥哥弟弟坡前坐，坡上卧着一只鹅，坡下流着一条河。哥哥说：“宽宽的河。”弟弟说：“肥肥的鹅。”不知是河要渡鹅，还是鹅要渡河？一天叽叽喳喳，能不能消停点啊？姐姐弟弟坡前坐，坡前卧着一只鹅，坡下流着一条河。姐姐说：“宽宽的河。”弟弟说：“肥肥的鹅。”不知是鹅要渡鹅，还是鹅要渡河？安心骑车。姐姐说：“宽宽的河。”弟弟说：“弟弟说姐姐太吵了。”小天儿，拉了摆了标了冰了奔了北了坡，泡了冰了冰了排了北了边了跑，泡了冰了怕了把了。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大伯，你回来了。我怎么回来了？我女儿要给女主角配音喽。我当然要回来庆祝一下嘛。爸，我这还没开始呢，咱们先低调。哎呀，低调啊。低什么调啊？老爸说你行，你肯定会行的。老姐第一次配主角，我觉得不一定能成啊。闭嘴。闭嘴。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告诉你们个喜事。哎呀，不是我闺女那个结婚，是啊，我女儿。别，我女儿要配女主角了，这是大制作。别放。哎呀，放出去了。
哎，爸，这样会给我压力的。你有什么压力的？哦，我跟你讲啊，哎，咱们那个老于家那一家亲那个群发了没有啊？大伯，你发了啊？我都看着那什么叔叔啊、姑姑什么的都发朋友圈了，都转了。嗯，大伯，那个我饿了，做点饭呗。好呀，去把菜拿到厨房去。得嘞。干嘛？我也想去帮忙。哎，你不行啊，你好好保持实力啊，那个嗓子很重要的，那个厨房油烟太大。哦。爸，我要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。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呀，闺女啊，这个蒸熊掌老爸不会呀、啊，老爸只会蒸馒头。爸，我会蒸汽。哎，好。好，好，想吃什么我都给你弄啊。俊，林楠，你能不能再想一想？你确定要让于露西配小师妹吗？跟你说的恰恰相反，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了这个合理的决定。那最起码等配音全部合成了再对外公布幻觉的事情。那不行，这对于露西来说非常的不公平。明白，如果我们继续对外打着梁依依的旗号，这对依依来说也是更大的伤害。说换掉梁依依的人是你，怕伤害她的也是你，里外都是你。周娜，你应该了解我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刘瑶。我还真不了解你。爸，你别干了，喝水，我去刷碗啊。小天啊，对，你看啊，我负责那个炒菜做饭，啊，你是不是负责把碗给刷了呀？那我姐负责什么呀？我负责吃。凭什么啊？刚才洗菜切菜的是我，这怎么洗碗又是我啊？你不要这么讲啊！你平时在这没少蹭吃蹭喝啊，让你多干活什么意思？你自己不知道啊？因为我不是你亲生的呗。对了，你自己说的啊。再说了，你用洗碗机洗碗又不费力，还洗得干净，对吧？得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我洗。好，好好洗啊！我们负责散步了。台子也擦干净啊。等一下，干什么？哎，不冷。不行，感冒了怎么办？可爱。走吧。走。哎，老于，出去散步呢。各位邻居，我的小棉袄刚刚又给我带上了一个小围脖。哦，萌不萌？萌，萌萌哒。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我的女儿经过她的努力，终于当上了女主角。哦，配上女主角啊？配上女主角。女主角啊，我跟你讲，那是惊不惊喜？惊喜。意不意外？意外。不意外。不意外。不意外。是啊。老于，您这个闺女可真是太好了。对吧？就是蒸汽。哎，爸，散步，我们去散步了。叔叔阿姨，拜拜。爸，你现在就不能低调点？哎，我想低调点啊，但是你现在的实力是不允许的。哎，对了，爸，上次你那事儿怎么说？不是，别装傻啊，就是给您介绍那阿姨。哎呀，那个不行不行的。怎么又不行了？你看她照片，我觉得可漂亮了。漂亮是漂亮啊，但是啊，她太跳舞了。你看我的这个人啊，三天两头都不在，你是不是？她跳着跳着就会跟别人跳跑了。那不行，咱们还是得找那种贤惠靠谱点。嗯，哎，等我女儿出嫁以后啊，我再琢磨我出嫁的事情了。我不出嫁，我才不出嫁。你不出嫁，我不嫁。你不出嫁，我也不出嫁。我要赖着我爸。
天就要正式配音，反正有师傅带我，明天一定能拍得好。现在养精蓄锐比较重要。刚到公司，怎么了？露西，你总算来了。投资方的张总正在录音棚等你呢。张总，可以下山了吗？我真的可以去独自闯荡江湖了吗？师兄说你可以，你便可以。大师兄，我不舍得你。好了，无论前途有多么凶险，之后便是你一个人闯荡。去吧。时刻，我的心跳动起来，指尖触碰你的轮廓，从没想过这个结果，哦，不期而遇的相遇，原来命运很早就注定了你。无限循环这段回忆，每个故事都关于你，你像梦境降临的爱，走来三风阴冷无法阻挡的，你的眼神指引着我，悄然无声聚恨炙热，走来三风那就决定了，请原谅我太过执着，只是爱你爱得太深刻。甚至
恨